日前刘嘉玲、林子祥、叶倩文和谢玲玲等人一起出席晚宴，而曾经被华尔街日报评选为亚洲商界女性十强之一的周海旋亦都有现身。现在63岁的周海旋有李嘉诚红颜知己之称，威气十足，甚少高调现身的他当晚状态极好，一举一动都非常优雅，状态完全不输给一众同场的女明星。